市场成长的带动之下，延华十一月份营收达到27.28亿元，年增18%，累计前十一月的营收则是达到278亿元。法人表示，随着欧洲市场持续增温，再加上中美市场稳健成长，预估全年营收有机会突破300亿元的目标。